这群好人一直在这边打，他去验明自己，他好像要去了，过去验明自己 ，T1 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他的 ID TEN COMME come， 跟你讲，他怪怪的，他不愿意，不要再打自己人喽！这群肉肉，气死了！哎、欸，谁这边打我？气死了！不要再打自己人了，在那边偷打侦探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是坏，他还是坏人，是不是？还拿时间打我？啊，不是坏人，为什么要打侦探？这群人，我是开始怀疑了。不是坏人就不要打侦探，打侦探的人就欠打。我现在拿个铁剑哦，我现在凶巴巴哦。那个 T E N， 跟你讲 ，T E N 是坏人。嗯 ，T E N 他不是已经挂了吗 ？T E N。哎、欸，完！哎、欸，他死了。他不死了。他刚刚还活着，然后在外面溜达溜达就死了。为什么？是我的小伙伴们杀他了，还是？哎、欸，这场你们坏人太龟了吧？不知道啊，另外三位我都还没看过。你要他、啊，不要拖台前啊！啊，不要啦，你出来杀人啊！多的啦，你。你是坏人！哇塞，有人打我，谁？我要看仔细，在打我的，我要把他打死。我们这之中一定有被患者，所以他困着人群，然后在那边偷打，一定有坏人，太可疑了。为什么要射自己？我们之中太可惜，太可疑了。肉肉里面一定有一个背叛者，我可以感受到。然后喵哈，出来杀人呐、啊嗯！你是坏人呢、欸。要啦。时间 ，time is money、啊。你这样子拖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这样子要玩太久了。不会啦，还有另外，还有另外四。哇哇哇！真的哎、欸，我们是这种背叛者，我一定要找好一个好位置，然后可以好好看我们。哇，欸、那边有人在杀，开杀了。哎、欸，他是哇，他杀了坏人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哦！我们之中到底是谁？有背叛者在。你说这个背叛者一定是腐肉，肉肉之中有坏人。哎、欸，这一下好像没有看到。哎、欸、呦，哎、欸，哦，那是侦探打的，太可疑了，太可疑了。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腐肉呢？喵哈，12分钟你就一定要出来。好了，蓝瘦香菇，12分钟我蓄斧头就放开，你自己找。你要出来啦，这个场地太大了。哎、欸，你是坏人，哪有坏人不出来的？哦，你知道现在坏人也流行宅在家里啊。那我就先离开游戏了，也是可以。你自己玩，亏难受下。那我们一定要先找到腐肉到底是谁，到底谁才是腐肉呢？太可疑了。哎、欸，看不太出来、欸，就一个人在那边乱射弓箭。然后把自己射得满身是箭矢，你是吗 ？Kitty Kitty Cat， 不是，他不是。嗯，哇，是谁？又没看到他，每次都趁我那个视角在往前的时候，然后偷打，很会哦，很会哦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侦探说 ：“Chocolate is bad。”
你要想办法看看出来。笨蛋，有病哦！到底在哪里啊？都是那个满身是箭矢的。哎、欸，太久了啦！出来玩呐、啊！我你、啊、好不会走人哦，都不出来。在哪里啊？我都出来了，我累了，在一棵树的下面。我累了，我宅在家里了。反正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这是坏人自己要去面对的。还有一个坏人嘞，我们已经累了。哎、欸，行。巧克力成功把指南针忘了，指南针指向的是那个检、啊、查点啊。啊 ！It's so I'm so tired。大家，你们自己去找，我累了。边找还要边被这些奇怪的腐肉打，谁啦？你吗？验自己。骗自己，哎、欸，小，我怎么绕了半天找不到你啊？在哪、啊？我们就在检查点啊！你想出来？我现在在一只僵尸旁边。一只僵尸旁边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侦探还有两个人，所以我们教在外面看到可疑人士，打就对了。嗨！打就对了，打就对。哎、欸，之前打到自己人了，之前打到自己人了。自己人打到自己人，你要出事了！啊！哎、欸，这场玩了快要15分钟。哎、欸，那另外一个人在，他到底躲在哪里？哦，他也躲在房间里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坏人躲成这样。他这游戏，等一下，他躲的这地方好棒哦，难怪可以狙击你们。那不是、啊、打什么打啦？哦，一直在那边打，学起来，明明是好人，还一直在那边打，气死了！啊，你们杀了我吧！啊，玩多久？宁愿哎，这个家伙在干嘛？然后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哎 ，Snow 159217。他最后也过来了。哎呀，他躲在一个大楼里面，用窗户从窗户里头狙击你们。哇、哦，太久了。哦，不玩啦、啊，这个。他这，我觉得他的游戏应该要设计啊，因为像那个《狙梦》的也是啊，就是坏人如果时间太久没有杀人的话，然后好像会判定输还是怎样。我觉得如果是麦块的话，就可以那个。比方说10分钟过了，然后坏人还没有杀人的话，就应该要发光之类的。哦、那不然就是整个躲起来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生命在这里慢慢的消耗。另一个坏人也是啊，哇、哦！我知道他刚一定在上面狙击，然后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以为有腐肉在，其实是他在上面狙击。太垃圾了！哦，好累啊、哦！我们去大厅，然后自己人还要在那边一直互打，哎呦，莫名其妙。反正我是侦探，打我就是坏人。来，我们去大厅拍照，我们去 Hubus， Hub 6 Hub 6好哦。有人说发光是 1.9， 不然应该可以做一些调整啊，不然就是会面临刚刚那样子。因为他这个就是那个啊，效法那个 GMO 的就有一些惩罚。哎呦，而且他，我记得好像坏人如果杀很多人，好像会有技能的样子，我不太确定。因为我以前有看到有人就是放那个苦力怕出来，坏人放苦力怕出来，不知道是买的道具还是因为杀的人够多才会有，反正还蛮神秘的。
你是说那个这个的坏人哦？对啊，可以放火引爆。对啊。那我觉得这个坏人没有一点优势，这样子很难玩呢、欸。他就是要让那个、啊、捣乱民心呢、啊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就是自己人在那边开始各种怀疑啊，然后他们有些人就在开始在那边乱偷打，是啊，然后就觉得都是坏的，摸摸，侦探，哇，你摸我，你不可以碰我肩膀啊，不可以碰我肩膀，我跟你，我，你要怎样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碰我肩膀啊。要怎样都可以吗？你今天口气差，我没说话，但你怎么可以碰我肩膀？对不对？你这个你知道吗？你很的哥啊！你知道什么是的哥吗？哦，你不可以碰我肩膀，我是侦探呢、欸，是吧？我们去那个跑酷点。哎、欸、小，来来，走走走。我苦力怕是买的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哎小，你可以跳上来吗？当然是不行啊。你不可以碰我肩膀，你连跳上来都不行。真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碰你肩膀。你给我到这一站来，我们下车去找警察。好哦，我下车。这一站，你给我过来，这一站我们去找警察。你给我过来，臭喵哈！臭喵哈是三字经吗？难受，想哭。你知道现在可以用那个显示距离广角超广角，哇！用那个87%的广角可以看到最良好的视野，一定要87%，你超过的话就会太远。哎、欸，你好小哦！谢谢谢谢，我一直也觉得。一手，一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拍你，我就要走过来一点。啊，掉下去了！哎、欸，不然可以在下面排排站啊，因为我超广角。哎、欸，你那位置也是可以。我在这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这个超广角。广角指数87%，可以看到很好的视野。有有有，你这边也看得到，你旁边有个机姐，看得一清二楚。会，那个大家排排站，但是不要靠在我旁边，因为不可以碰我的肩膀。哎呦，你不要乱跑，你再乱跑，去找警察局哦。下一站哦！哦，好多人哦，还骑马，跳跳跳跳跳跳！哎，我掉下去！你看这里面到底有几个肉肉啊？而且为什么有些肉肉会带那个玻璃头，然后有些肉肉没有？来来，你不要，你要站一个定点，然后面向着这个大世界。你在哪？我就在人群之中啊，你就往前看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专业摄影师自然会取到景。好，会。OK OK。哎、欸、咻！有人说不是侦探就可以碰吗？不行啊！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不可以碰我肩膀。你碰我肩膀，我就很不舒服哎、欸。我等一下还要剪片，你碰我肩膀。这样整个都 delay 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喵哈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只要走到一个定点，大家就跟我重叠，我也没办法。喵哈，你不见了。最左边了。你的肩膀一直被人家碰了。你在哪里啊，喵哈？我想要再照一张，也找不到你啊。好了。哦，我看到你了，你走开前面了，走后面，走后面。好，后面。你要靠后面啊，有些人都是。乖乖站在后面的，我要想要照到那些乖乖的。哦，这样有看，这样有没有？这好可怕、啊！哦，我看到你了，你还是站在很中间。哎、欸，中间不行吗？靠后面站一点啊！后面，因为我会拍到后面。
OK，OK，OK。好，一个好镜头。好多马。你根本就不会找自己的好镜头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隐藏自己的踪迹了。哦，嗯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次有位置。太垃圾了。好啦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感谢喵哈，有够霸气。啊，休息啦，感谢大家，晚安，晚安喽，拜拜，拜拜。